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 我们现在在新竹观雾国家森林游乐区，我们这两天要在观雾旅行，第一站就先造访观雾国家森林游乐区最热门的快山巨木步道，快山巨木群步道导览图。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，登山口大约位于乐山林道 1.2K。 快山巨木群步道全长约4公里，不过主要的精华路段是在前面的 2.8 公里，是昔日的伐林台车道，平缓好走。 2.8 公里处就是主要的巨木群，总共有5棵，后面的 1.2 公里就是陡上，到达最后的观景台。这段我们今天就不走，就走精华路段，快山巨木群步道。迷雾森林，现在海拔高度2169公尺。我12年没有造访快山巨木群步道了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有很好的展望。台湾的快木主要有两种，红快与台湾扁柏。两者最明显的差别是，红快的树皮平滑而薄，而扁柏的树皮粗而厚，所以红快又称薄皮，扁柏又称厚壳。这里就有一棵巨木，这树皮又平又滑，而这一棵是红块。这里原本有绳索吊桥，已经损坏。现在气温大约11度。有阳光，所以我觉得天气蛮舒适宜人的。我望见了公祭山，更远处是五指山。沿途这片山林是伐木之后的造林，也大概都有30-40年以上了。这是一条很棒的森林浴路线，沿途都是这样子的柳杉林。又一座桥梁，前面这里也可以眺望鹅公祭山。鹅公祭山、五指山，五根手指头也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已经走了2.3公里，最后500公尺。这边往下行，一小段下坡，然后过桥。这里是崩塌路段，历史的轨迹。观雾在日治时期是鹿场山山林。我们抵达快山巨木群环状步道的起点了，这里大约位于步道 2.64 公里处。我们先取右行，造访1234号巨木，然后绕一圈造访5号巨木，再从左边这条步道下来。这里有导览地图，1、2、3、4、5，刚好环绕一圈。前面就是1号巨木，
我们差不多走了70分钟，抵达快山巨木群的一号巨木。一号巨木是红块巨木，树高是7.1公尺，树围是6.3公尺，树龄约2000年。这边又插入往二号巨木。哇，这样看起来好美啊！一号巨木就在上面，二号巨木在山谷的方向，还在往下走。二号巨木就在前面，二号巨木。我们抵达二号巨木，二号巨木是红块巨木，树高34公尺，树围17.2公尺，树龄约2000年。这是二号巨木。对呀，好大哦。其实应该再一个人在下面才看得出树木的比例。啊，不过为了保护巨木，禁止游客下去站在树旁边。啊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看一下，欣赏二号巨木。我们现在离开二号巨木，走回主步道。这里有一棵巨木，以前有听导览人员说过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块木巨木都是以前伐木工人看不上眼的巨木，因为可能树形不够漂亮，所以就逃过一劫。他叫我们绕一圈。这边往3号、4号巨木，不过好像封闭了，这边步道封闭施工，所以没办法走环状路线，我们只好往回走，先造访5号巨木，然后再造访4号、3号巨木，回到1号巨木了。从前面的右岔路爬往5号巨木，5号巨木180公尺，160。这里又有一棵枯死的巨木。继续往上爬，虽然只有180公尺，不过之字形一路往上爬，连续的爬坡路段。五号巨木在前面，五号巨木也是红块巨木，树高30公尺，树围8.2公尺，树龄没有鉴定。我们继续走往4号巨木，步道这一头也封闭了。四号巨木就在那边。哦，这边原本有一条栈道，现在完全拆除了。四号巨木就在我前面大约20-30公尺处。今天没有缘分看到3号巨木了。这边继续前行的话，还要走1.2公里才会抵达步道终点。不过此去就是一路陡上，大概要在1个小时左右才会抵达步道终点。我们就在这边折返了。今天造访快山巨木群步道，只看到4棵巨木而已。不过也没什么可以抱怨的，因为光雾国家森林游乐区是免费入园参观。而且就算少了一棵巨木，沿途的风景还是很令人流连忘返，很值得一游。回到环状路线的起点了。12年前回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，已经是一片迷雾森林的景象了。我们回到快山巨木群步道的入口了，回程这么走了1个小时，今天这样来回总共走了5.6公里，大约3个小时还休息，这是一条很棒的森林浴路线，推荐给大家。
那我们今天的快山锯木群步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